第六题，他说成为查询苯乙烯的化学式是 C8H8， 请问你苯乙烯应该是属于哪一种化合物 ？A. 醇类，醇类是所谓含有 OH 的，就 OH 的化合物，这里没有。那么选项 B 有机酸，有机酸是含有 COOH 的，所以这个也是没有。选项 C 酯类，酯类的化学式中间有个 COO， 这里还是没有。那么我们看到 C8H8， 这又是它酯里面的只有碳跟氢。那我们前面教过了，我们只有含碳跟氢的化合物叫做所谓的烃类，或者正确的念叫做氢类。所以呢，我们第六题的答案呢，应该选择是 C。它是属于烃类或者是氢类的。